海底捞月，让大家捞到最后一组 cosplay 了。马上欢迎我们弹头夫妇进场。左边林，左边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弹头先生。我是弹头太太。我们来这边找我们的小孩。我是小孩嘞。我们的小孩在哪里呢？你是我的小孩吗？有可能吗？他不是，他是蛋糕先生啊。我们今天找其他小孩在哪里？啊，我小孩找到了，我们小孩在这里。蛋蛋小孩，好帅！哇，糟了，今天什么都没有了。谢欢迎，现在就是我们好朋友，真的林蛋啊。我干嘛看你？好，谢谢我们蛋头太太、蛋头太太，还有这个卓别林带来的演示了。蛋头是合理的。我们等一下最后的这个倒数第二关要进行的，就是要看那个伴侣的一个默契好不好。然后来，魔王请示范。题目在我手上，这一关要比的就是说，例如他们用多久的时间猜出来，你们就要比较快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就是如果说他们都没猜出来，就一分钟。题目在我手上，用时间来决定。一哥选一张，先不要打开。我们真的没有看过题目哦。来，亮个镜头看哦，一二三，这第一张哈，来。吹哨就开始进行，月姐随时可以猜哈，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。我感受不到，我感受不到，这样感受不到。一哥了解的这个东西跟我们了解的是不是有差异？没有，美工刀磕他的背，包背，对啊，对，背有点像。时间已经过二十秒了，你有点像驼背，驼背，驼背。一个才过这样而已，没有了，一分。你有时间限制的一个，真的，他是为了配合他的两个小孩吗？这画风不得了，一颗是天才哎，好大胆的画风哦。对啊，一颗，对，时间画的。我只能说还好，一哥出道是演戏耶，真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猜错就停止了吗？你就讲猜出来就停止了，对。终于。时间到，什么？51秒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而且你现在画的比一哥还好。哎，真的，你是鬼吗？哎，这就证明他们的默契，默契，默契。对啊，默契。我跟你讲，就算一哥不画，六月还是猜得到。心电感应，他的标准就是50。OK， 就是50秒之内要猜。OK， 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来。第一组刚才已经有火花了，现在应该比较容易了吧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张你要哪一张？你尽情创作都可以。我们题目就是这个。哇塞！哇，这个，这个玫瑰，来，准备有方向吗？没有。不行的。我们刚也没有方向。好了好了，吹哨开始，预备，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哎呦！可以耶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什么东西？猜得出来？可以，这么不准，怎么猜出来？这什么？你先猜啊！猜到了是菱角。不是，布置的吗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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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玛丽不能讲话了。太小了吧？这什么？其实画的蛮精准的，他很厉害耶，蛮好的，好像蜡烛。神复制哎，这什么东西啦？你画的很好啊，画的很好啊，是很喜欢的。几个字？几个字可以讲一下？神就超快，不要讲答案好了。这里也有，我画的又有亮。不然，直接把名字写出来就好了。对，他还有指甲。你好强啊！我居然猜到了，这是香美人啊！啊，我知道什么？什么？猫？哎，很接近。不管怎么样，时间都超过。答案是狮子。好的，狮子很好。很厉害耶！很像哎。哇！哎呀！来，下一组请教。冰雪聪明的阿乐，请选题。太好了，阿乐加油！阿乐，我也会猜啦。来秀给我们前面看。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预备。
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开快啦！这么快吗？这当然快。这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有点离谱吧？哇！已经25秒了，快点准备要拆喽！厉害哦！30秒了，我其实蛮精准的，蛮精准，抓到精髓了。最后15秒，快点，立冬可以准备拆了。好，来，答案是自画像，螃蟹。你认真吗？不是这个，我看不下去。你请问你自己看着你自己的图，你说的是哪里像螃蟹？不是，因为我他画我，我在开心。你是螃蟹吧？这么远，要是什么？螃蟹，恭喜答错。是什么？答案是乌龟。我很难呢。你画的画，你把图给他看，你贴他正面啊。我道歉，我道歉，痛敌。好，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好，小哈哥画，萱萱猜，来，萱萱请先转身。我说我要不关。来，秀给镜头看一下。等等，反了。等等。哇！不能再讲。30秒直接把它猜出来。好，计时。小哈会画画吗？他不会。这太好猜了。哎呦！还有吗？没了。还有，你还要15秒，15秒。还有这一个。小哈其实画蛮好的，小哈。多一点。小哈画的其实蛮好。你一笔留给人家一笔一笔想嘛。对啊，你给他记什么？乱点啊！夫妻的意调。我知道。答。九。花牛，你看一下小哈真的好画，很好，花牛慢慢画了，同床异梦，梦很好，真的，理查画，被理查很会玩，被理查你画我，来画，来，加分加分，各位，这个东西已经涉及到家庭的幸福了，理查，请选题，哎，我已经走过去了。会不会新来的比较了解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题目就是，噔噔，哇，哎，这跟理查也有点关系啦。来，这个开始计时哦。理查，等我，理查。慢，再来，再来，这样好亲切，再来，理查。人气的呼唤，我知道。走啊！什么？大象。哇！走开了，祝你快乐。而且是理查的大象。理查的大象。他最了解的是理查的大象。两只大象，哪里像大象？你是哪里的？你哪里像大象？发亮，我画的是理查的大象。小哈的猪拜在理查的大象。他的象鼻很长哎。他的象鼻很长。好险啊！我今天开始，我们是牛逼转转。网友会觉得我们有 C， 真的没有 C， 现场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算，没事。在玩笑中会出人命的，不要了。把我们下一棒贴了，你干嘛？来，下一棒请站。大家请抽，请抽。我们要回家了啦。这个有点，有点难，有难度。没有，这个有另外一个会跟他很像。啊，怎么样？有。预备。
顿飞。时间过十秒喽，一顿顿飞。你怎么画的有点像大象？没了，是大象。没了，再一次，重考。时间才过二十秒，可以的。聪明，哎，你聪明，还可以再瞄原本的。对啊。其实依依蛮聪明。过三十秒了。很显然，依依是聪明的啦。他都跟我一样。阿斌，他都感觉不到。最后十秒，快作答。好，这是什么抽话？答案是无尾熊。无尾熊。好好好，这明明就是你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蝴蝶。哦，蝴蝶啊，蝴蝶。来不及了，那你刚刚已经作答无尾熊了，所以打错。哇，可惜了，真正的情侣没事，有事在这边打倒了一个一个真正的情侣，现在假情侣要上场了。耶，假情侣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，来，木子党，请上阵。好，最后一组，我们的木子党准备出马了，来，请抽。哎，花姐会画画吗？我超烂的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这么有自信？来，请揭晓。哇，这个困难哦，这个困难，这个难一点哈。来，吹哨开始哦。哇，鲶鱼最会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是考验鲶鱼的。你会画画？很像。鲶鱼是会画画。鲶鱼会画。再一次是不是？你会画？哎，鲶鱼是认真在猜啦。哦，哦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可是你画的，我觉得也许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来，请作答。猪吗？恭喜，答对啦！而且你们的每一笔画其实都是对的位置。对啊，对，你看，这样就对了。哎，不是啊，真的啊，他只是两个眼睛没画到。这厉害，给他们掌声一下，这组真的厉害，有默契，有默契，有默契。他说我自己出来，好，恭喜我们花姐跟鲶鱼进入下班安排。